都不说话了。Chimney starter， 然后也是一个 charcoal starter， 然后下边我在下边还有这儿都放了纸，那这样子的话它的火苗就往上串，大概要等到上面变白了之后才能就是完全点燃，现在还是黑的状态，大概20多分钟吧。今天就做一些像羊肉串啊，然后刚刚做的那个排骨大家可以试一下，然后查询排骨。是温迪配方吗？是温迪配方，是温迪今天派到这里的员工。哇，这么漂亮哦！谢大自然吸收这些肥烟。这个蘑菇都就吃的差不多了，但是真的好吃啊。树墩烤羊排，是怎么给羊排进行加热的？这树墩啊，它年纪大，它就上火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年纪大会上火？年纪大着急啊。羊油煎出来非常漂亮，真漂亮。就是日本的所有的，你去居酒屋的烤串都不一样，就是他们有自己闭门的蘸料，然后就像烤鸡也是一只一只鸡直接就弄进去烤。还得再拉上来一点。